人见过同埋江浩路呢啲低俗嘢咧，我真系唔想讲啦。唉呀，不过同样嘢低俗为荣嘅阿泽咧，今次啊真系咧大晒自己啲低俗嘢。佢喺 Facebook 上边咧就话低俗是我的光荣。阿士恩咧，佢就系自拍咗呢个3D 豪情，咁佢拍咗呢部戏之后咧，就成日 keep fit 啊，同埋成日咧喺网上咧就发上一啲半裸嘅相，仲有啊同女优啊嗰啲。要啊！而家佢老婆见到之后，会唔会眼火爆咧？哇！阿泽今次真系豁出去喎！最近佢仲同呢一个日本嘅动作明星啊男优加藤鹰就合照噶，哇！会唔会系拜师学艺咁咧？我谂佢咧到时翻到屋企应该有两个榴莲等住佢跪噶啦。